没看到，按了按了。小雨，你一死，这个世界好红啊！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没夜市了？哦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哦，夜市，对，刚刚没有夜市，超暗。刚夜市还没营业啊？哦，夜市还没营业是不是？还没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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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等我一下。还有一个团团，我还在开。是不是睡着了？没有，没有，他不是 B O B O。我跟你不一样。我目前我的笔记本迟到的人 B 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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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四次，哇，波波四次，哇，我有四次哎，那集八点有什么奖励吗？哦，就是 ban， 有 ban， 直接有 ban。好，想要集八点黑名单，什么鬼啊？黑名单，黑名单，黑名单，最喜欢当黑名单，黑名单。最喜欢被 ban 的是什么？哇，主要是很懂 ban。来，我们今天的 UHC 欢乐赛，今天都有一点意思哦。哎呦，都可能可以慢慢的玩，因为都是粉丝自制的地图。哇哦，粉丝自制一场哇，地狱之旅，好酷哦！现在我也不知道，应该是我们在现实还是在地狱啊？我不确定啊，有办法在电视吧？电视吧？你看屋顶，你可以放一桶水。哦，看天空是那个，看天空，哎，对，Overworld 的屋顶吗？哦，看得到月亮就是现实，看得到月亮吗？对，好，这一个地图呢，它有一些特色，但是我觉得这个特色。我们等一下应该也会忘记，感觉他这边有说啊，挖掘石英砖就可以有机会获得各种矿物，这样记就很好。对，石英砖可以获得各种矿物。好，那合成附魔台可以混合使用哭泣的黑曜石。OK， 黑曜石附魔台原本要黑曜石嘛，那这边用哭泣黑曜石也可以。对，然后合成附魔台跟书柜也可以混合用附魔书。就是说，有一些原本要用书的，你用附魔书也可以。附魔书可以。然后用锄头以外的方式破坏地狱疙瘩，有机会获得苹果啊！这我们不会用到啦。哥布林交易有机会获得书跟羽毛。好的。床和重生毛会爆炸。好，这个经典，这个经典。对啊，然后三个聚光体可以合成纸，哦，纸，很棒，纸，那个这个体应该是那个亮亮的那个，对啊，树上那个像荧光石的那个，对，也会发光的，好不好？这个体可以合成纸，三个，啊，好，相信大家这个脑袋动得很快，都记下来了，我已经完成了，有记下来。文在我的电脑里了，脑海里。那我们今天就可以慢一点，好不好？好的，20分钟后才说。二十分钟，40分钟才说完，大家可以好好的逛逛这个可怕的地狱。哪有？才可怕。同时也有一些物资。有一些树啊，黑石就是鹅卵石，可以把它当鹅卵石使用。嗯，对，啊，也有黄金帽子，你这样就不会被朱布林给揍了，不会揍，被朱布林揍这样，太好了。那地图也有设置，是有那个永久的夜视效果，哦，很亮，哎，对。哎呦哎呦，都出来了，然后帮我们记录了，好人一生平安，有。好人一生平安。我婶婶的脑海里都是这些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来随机分队。哦哦，爽！可以打波波了，好开心哦！你们就是想打我而已，你们是一群杀波波队下喽！耶，快的！我们不要互相伤害。对杀 biu biu。拱波波出去队，不要下楼。哎，我有要下去哎，
你好好好，欸、你刚刚可以完成那个交易有没有？你是我们的交易对象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把你交出去。啊、什么鬼？把你推到岩浆区，还有什么？嗯。无尽的深渊里。我们上攻 B O B O 获得资源吗？对对对对对对，可以不要这样吗？就是恶灵召唤，看可以召唤出什么、啊？你可以召唤出我的愤怒。现在这愤怒值好像也不错啊，这样好像也可以揍人比较快。好难过、哦，不难过啦。不要挡我啦！就是要挡你，哼！黄金头盔。对啊。哦、黄金头盔？为什么？我不懂，给飞鸿军师头是要干嘛？菌菇、没有，因为东西用到吗？那上面撒骨粉的话是撒飞鸿地图的那个啊，藤蔓啊，跟蘑菇。哦，对啊，蘑菇。新版的我还没来地狱过哎，你还没去地狱过，我也很陌生啊。我认真啊。Are you serious?Are you kidding me? Yes, 席瑞尔斯。席瑞尔。打不了这臭猪哎、欸。你现在是那个啊，虚弱。对哦。哦。哦。嗯。好可怕。哦。不要怕。不要怕。不怕。不要怕。我们遇到事情把波波。哇！走开！不用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快跑！怎么会有？对面！哎、欸，还有哭工，我们要离开这边，我要离开这边，这边会有哭工。哎呦，有缓降，有缓降，有缓降。我跑好久。右边。对对对，往红色地方走，这个地方会升哭工。好。好缓，好缓。完了，前面我觉得我会死哎、欸，怎么办？前面有哭工。他那个他以后一去。受底输了哦，前面超多哭工的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打扮嘞，跟着他记走，跟着他记了，往猪的方向走，头盔戴起来啊，头盔戴起来啊，不然会被打爆哦，会被打爆哦，会打爆哦，到底在干嘛？哦，缓降，猪，怎么了？这边翻去，有那个猪，救命！踩那个绿色的蘑菇。这样啊，不要！走散了、欸，你们在哪？小心！啊，地叔，哎、欸，你可以靠近绿色蘑菇。绿色蘑菇，他会怕绿色蘑菇，猪会怕绿色蘑菇。我、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这里有，这里。啊，有，我看到了。有没有？你要擦地上，你要擦地上。哎、欸，快跑！跑！哭工！地狱玩的太难了啦！地狱很难啊！你真棒！我想一下还有什么。我们人是不是大家都走散了？没有，我已经快死了。我们有两个人快死了，怎么一回事？不是说好了上攻 biu biu 的吗？等一下就是上攻那个血量最少的。我们要完了啊！想起来了。哦，怎么了？有猪。你擦你有没有绿色？哎、欸，露米要死了！不要，救命！没有我抖动动啊！我要当小闹闹抖动动。好了，先做剑吧。哎、欸，迪叔，地狱哥，大家有机会有苹果。我们再付76，然后付214。你在哪里？我在，我。你不要回我婶婶脑海里哦。八。怎么30678？你怎么骂？你在骂我吗？你在骂我吗？有听出来了哦，迪叔。36，然后付100多。36，你在挣的哦。付100多，36其实还好。36，你跑到36哦。因为刚刚迪叔跟我们刚好相反跑。你说你们在哪里啊？负78。负78。对，你是30678嘛？我们是负78。没有。听起来好像都不怎么 OK 呢。负36，然后78，还有三个铁了，
哦，有铁哦，竟然有铁哦！啊，不是有奖，你看我打的字哦。哇，有啦有啦，我知道我知道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错了。I'm sorry, I'm sorry。哎 ，biu biu， 你刚刚说要先上缴那个血最少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最少。我们差半颗星。李淑颖，拜拜。你在哪？你还好吗？我在，我还不错，我还不错，还不错是好还是不好？我在，我现在，你们到底在哪？完的，迪叔，你们是负三六，然后 Z 是多少 ？Z 差不多负两百，两百一，两百。不能和木船啊！他这没木船吗？我怎么记得有木船？扭曲扭曲的没木船呢、啊？你有看过扭曲的船吗？哦，就他不是都什么白桦木吗？什么？这不是白桦木啊？这不是？对啊，可是他不是，他可以做门呢、欸？那、啊、他就没更新船吧？没关系。哎、欸，怎么了？给你船怎么？竟然没有船啊！打皮革，我说就是，哎呦，吃诅咒，哎呦，哎，石英，你是用什么挖木镐就可以了吗？还是对木镐就可以了？他有给黑色的石头，那个好像可以拿来做成那个。你说的哦，因为我记得可以做黑石镐，黑石镐，石镐，哎，对不对？好棒哦！小天才，小天才，真的，有填起来，填起来。迪叔，你还好吗？迪叔，你有危险要大叫。好，好，我要叫喽，这样吗？对，你叫好我们不会有人来救你。你有没有绿色香菇？他会怕绿色香菇？我没有，就红色的。我地板上面找。我，对，你要地板能不能？哇，拯救一下。负三六两百。我好像快到了214哦，两百一十几了，两百两。我听到你摔伤的声音了，你说的声音是不是要往下挖、啊？哎、欸，可是我下面都是那个熔岩块，有个白痴的啦。巨斧头啊，巨斧头不会烫，对啊。爸爸小心，没事，你才小心，爸爸小心。波波变爸爸了，没有爸爸，爸爸，波波爸爸，爸爸，我想要那个，买给我。哎、欸，我石镐能挖那个什么地狱金块吗？不行，你去挖石英哦。对啊，一定要铁。上面有金，我找不到石英啊。怎么了？他们在打战猪了、欸。什么战猪？这是地狱的声音吗？我听到一个。哦，哎呦，还是我音效没关啊？应该是你音效没关、啊。音乐有关啊，我音乐有关，我听到一个呜，一现实的声音吧。哎、欸，有人是不是没穿衣服、帽子什么的？为什么？有啊，猪人那么凶。等下，迪叔啊，为什么？迪叔，为什么？你怎么？帽子戴吗？你的帽子有戴吗？我有你是打到，你是打到他、啊？我没打他，他自己一言不合就开枪。我打他，我打他了，他现在看我。哦，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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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因为刚刚想说他怎么突然生气在拉弩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为什么？你怎么了？你对他做什么事情？我真的没有对他做什么、欸。对他上下其手吗？还是因为我在挖金啊？对啊，对，你在挖金，哦、只要把自己埋起来哦。你就是有做、哦，你看你。哦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那是他的底线嘛。都要把自己埋好，不要让他看到。好。欸、可是你刚刚也没有在他视线内啊。好奇怪、哦，没有，可能就是有挖吧，底线。对，他的底线。我听到了。你竟敢挖，你完了你。这样子，你们要不要炖？我有、哦、对、欸，你有炖，我等下做，我等下做。好，我看我能挖到钻石。想要喝死吗？不好吧，这样子。啊，不对，喝这干嘛？哎、欸，是谁把蘑菇采光了？
不是我们，不是我，是我，不是我，谁没有？有人把蘑菇采光了？嗯，谁没有？不可能啊，不可能啊。嗯，上没有啊。然后朱布林会怕绿色的火，绿色的火，啊、嗯，绿色哪里有绿色的火？就是火把那些他都会怕。呜、嗯，旺旺，嗯，哦，我想挖金哦。哦，我这个的世界有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做了一个铁帽，然后发现我不能。你不能什么？我不能戴那个铁帽。不能戴铁帽。我也是。看来英雄所见略同呢，真的可以。我不要走外面，有蚁在那边飞来飞去，讨厌。你怎么会走那边啊？走外面。因为我在那边玩抓金啊。抓金！哎、欸，我看到抓金！哎、欸，我看到外面！哎哎哎，姐，你干嘛啦？那个我没有蘑菇，我没有蘑菇，我没有蘑菇。不用怕、啊，不用怕、啊，他们现在敌对。你看他们敌对户，都有蘑菇、啊。对，你还打掉？对，没有，我要插到他前面一点。我想去对面踩石英，你要跟我一起去吗？对面那边有，但是有有、啊、应该是安全的。对，我看到了。可是我刚又回来，阿基受伤了，太可怕了！他去哪？去哪？去哪？楼下吧。我走了，我走了，繁星，我在你后面啊。你们走去哪？我们去采资源。嗯，好。我们去大人去的地方。大人去。哇，我也想去。我们也要去。没有，你是小朋友。你们两个小朋友。我们也要长大。还不够，还不够，还不够。哎、欸，我全部挖出来都是石英啊，白痴哦、喔！没事啊，反正就是低几率啊。你就是挖。不行啊，我这样我很飞耶、欸。熔岩块。哎哎哎哎哎！你好像很厉害呢、欸。大人死了怎么办？爸爸，你怎么死了？家里没大人了。喂。我躲在那个转角、啊，家里没大人呢，家里没大人。你们是去后面那个洞吗？有一个洞走过来，就是幽姨那边吗？没幽对，对对对，这个哈基的左边，哈基的后面。什么声音？哈基，没事，没摔到，没事没事。哎、欸，我都躲进那个转角里面了、欸。他看到你想拍拍你的肩膀，我要去偷看他们了，不管了。你这已经算好的吧？哎呦，哎、欸，他其实离我们很远呢、欸。我看一下，你说我们的位置多少啊？啊，安德，你们上面还有火球，小心！安德在揍你是不是？悠悠，安德死了，对他被烧死了。哎呦，哎呦。哎呦，有人蹲着挖吗？他离我们100多个啊，那也是有点近哎、欸。嗯，没有，他们在农庄，半就不见了。安德也太、欸，他们那边还有那个哎、欸，还有那个城堡哎、欸，碉堡吗？还是哎、欸，不是安德不是说死了吗？我刚刚说死了。哦，那个哦，碉堡哎、欸哦，你好会看哦，天眼闭。通天眼病，他跑去看对面，不看我们家里。我们要生了啦，算哦。彪彪，你回来哟、喔！回来了！招魂回来了！白痴哦、喔！妈咪，哟，你知道我在哪吗？我看到你了。有，等一下，我挖个金。好。你在哪？你们有好东西吗？我有石英，可是我木稿。你用你那个石头可以那个那个黑石，那个你身上有个黑色石头。哦，好哎、欸，回头往那个路直接走啊！不要看到安德啊！卢米，捡我尸体。
好。有过白痴的，到底在干嘛？哎、欸，钻石。那是他记得啊，这就是我的遗物。爸的遗物，爸你那个遗物很可怕，还在那个地方。蹲着，你从旁边另一边走，蹲过去再走回来。右边，左边。你朝个水平面。哈怕问怕死。你先走下去蹲着，对对，有，很棒。把我怕死，繁星，哇，你个大人了，我大人了，20也受伤了，20。青蛙这个太猛了吧，挖不起来、欸，这好像要钻石镐哎、欸，让钻镐。你说他哦，那个要用钻镐，对，要用钻镐。有什么重复的？对啊，你都喜欢重复别人讲过的话呢。学生气抓。我要缓解气氛，因为我太早死。缓解什么？死亡特点。你都不看我们的人。我这是等一下他们就献祭不了我了，我这个叫做先死。决定把东西放在里面。哦，两颗。你在哪里？哦，三颗。三颗可以挖了，我可以挖了。你可以挖。行啊。迪叔小心，左前方有一只银龙鱼哦。有在听到他在唱歌。唱歌。他是唱什么歌？就会珍珠美人鱼攻击。哎呦。珍珠美人鱼攻击。那个露米，你进去一点，上面有一只猪。为什么他会在这里？欸，他们超气的，他们在打那个，你不要被射到。他们在打架，我按光火啊。有东西掉下来，好东西吗？有东西吗？有猪肉。你们打完没啊？打完了，打完了，他们没有没有，看起来就怕。没有没有，你有戴金帽就没事，你有戴就。哦。要去捡猪肉，对。有，我没有食物了，有，你有食物了。深藏不露。哇，这个成就也要跳。哎，深藏不露是哪个成就？哎、啊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你有救赎，不要打我。他带你的头，不是他带你的头、欸，他带你的头、欸，他把你的头砸掉了。他先接你的头，为什么？你怎么死了？我上次被左邻打到啊！我刚就觉得他们好像没打完。不是，为什么他突然打迪叔？我只是想放东西进去啊！你开箱子啊！你开箱子，他这也是他的底线哦，你不能去踩哦。对，他底线对哦。对啊，小女生今天更。哎、欸，迪叔怎么各种踩人家底线啊？哦，我在里面开他就没有揍我了，你看我多你就是要把自己埋起来、啊。哦，原来你是哦，我在里面啊，我在里面。对哦，他还会开。丢给你的头呢？我的头都不见了啦，我的头。你头都消失了、欸，对，你的头都没留下来、欸。对，我的头烧掉了。等一下，先。我跟法兰西，法兰西你人在哪？外面的世界。我在外面啊，我在外面挖。很可怕。我在开心挖石英哎。你要不要干脆去鱼骨算了？我等一下要继续挖。多鲁米啊。把书放的。对啊，鲁米干脆去鱼骨挖。我要去挖挖。鱼骨有恐怖的演讲。我一直在想，我到底要把钻带在身上还是怎样？我怕被我烧了。也只剩你跟繁星而已啊！对，只剩你跟繁星而已。你可以做钻厨。我那个EOE出来就在那边这么开的吗？附魔金剑哦，怎么拿黑曜石？你们没有很远呢、欸，你跟巧克力没有很远、欸，因为他们100个其实不远呐、啊。他们还在附魔、欸，我快笑死了。就我们等下不用打。怎么合？我们可以直接合位。等一下，你打过的字哈。附魔术，来，再吃。不是没有石英，要把那个黑曜石啊，雾气黑曜石，只有石英，要交易是不是？还是要去找的。雾气黑曜石只有那个了。他们好有钱啊！他们超有钱、啊，他们都还活着，还可以赚钱啊！
对，而且为什么这边一堆巧克力，这边一堆僵尸猪人，不知道在干嘛？在嗨，我这边都走金矿。你小心！我看到猪，我看到猪，我看到猪。你等下越过那个山，前面就有个那个石英，后面就不少了，很多石英。好，好。他跟我讲话吧，还是跟你？嗯，没有，我跟那个啦，露米，露米。好。看一下繁星那边。没什么了吧？团团叫你这样子。你去看他，你去看。哦。怎么了？他们附近大概有三四十只的那个僵尸猪人在追巧克力。对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为什么、啊？巧克力把他带到那个他们的据点。巧克力在玩呢、啊，在玩他们啊。我想说，对啊。都这样子了，我可以把这僵尸们加快吗？他会吓死，他会吓死。什么东西吓死？跑速啊！哎、欸，超卡，超卡！哦，看到有呀，躲视，躲视角，躲视角。嗯嗯，繁星，你山顶有一个石英，好，头上了，对，那个山的山顶，这下面是什么鬼啦？他们下去就直接爆炸哎、欸，极度不安全，除了友谊，对，除了友谊。哦，他们都是看巧克力而已，还好啊。哦，钻石包覆我，哇，他们钻石很多哎，钻石猫猫。那个是哭泣的吗？他有泛紫光，就是哭泣的。哦。哎呦。我刚累你好像很懂哦。可是这边会有熔岩史莱姆是吗？对，会有很多熔岩史莱姆，超可怕。人家是他们这是玄武岩吧？这是玄武岩。啊，那个对面的嘞，对面那个黑黑的，黑黑的就是黑石啊。啊，黑石而已哦，好吧。对，那就是黑石。真的要交易耶。嗯，我看到石英了。哦，这边还有那个特殊粒子效果、嗯、，Oh my god！ 峡谷。哦，反正你一直往前走，一直往前走，一直往前走，就看到他们了。哦，是的吗？好，对，他就刚好是你这个峡谷的对面。哇！我猜想。还没开打，已经还没开打。我们自爆组。死一片！哎、欸，这是你放的吗？阿纪，哎、欸，什么东西？这是你放的吗？赤足兽上面那个？不是啊。哎、欸，还是他、嗯？他自己会？反正我觉得应该不用回来了啦。应该是地图做，地图做的吧？哦，好酷哦！我想增加猪人给他们了。我觉得我们需要那个猪人，猪人队友。你可以去死，然后让他们就可以玩了。对对对对，对面吗？你就一直沿着这个，就是左边黑石，右边岩浆这个路，再一直往前走，就看到他。好好好好。他跳下来了。哈哈猪人大军，对，巧克力钻帽，钻帽证件啊，他们钻石很多、欸，全部都解装了。对啊。哦、他在看尤里，巧克力被那个安德打了。我看到他们了，你看到他们了？嗯、你有看到他后面那一坨僵尸、哦？有有有有有有。他们会排排站，他们会排队。哎、欸，猪人大兵哎、欸，猪人大兵啊，真的有够多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羊羊要烧死了。羊羊要死了然后掉下去岩浆，我来看看。哇，太多了吧！他们排队啊！
哎、欸，他刚好，他没看到你，他没看到你们。混在人群当中。哎、欸，恶心！哦，你要激动岩浆啊！哦，好猛哦！然后出门上，猪要来加巧克力了。哎呦！啊！好，你可以加速了。你可以加速了，你可以加速了，可以冲了，可以上了，冲了！哇，他叠高了！哎、欸，把我们只好把石头打掉。哎、欸，有木头。太白痴！在干嘛、啊？哎、欸，他戴他的头、欸，哎，好丑啊、哦！对，他会戴头，他会戴头，他会露鼻子，其实蛮可爱的。哪一只？我刚没看到。团在团这里。哦，刚迪叔死掉，他也是瞬间带那个迪叔的，哦、他瞬间把他拔掉。哎、欸，这个好可爱哦，笑死！你们怎么了？我们一开始遇到那个啊，身在那个枯宫跟尹优仪的枯宫跟尹优仪的那个哦，中间，那个太恐怖了。然后好不容易跑到那个有安全点的有树的地方了，又一只几只猪这样子。那我们那边还算安全的，我们只有幽灵区而已。他们那边是那个幽灵区，然后我们的迪苏一直踩人家底线，在挑战猪人的底线。等下你也打不过是猪人了吗？等等等，他在挖黄金跟开箱子。他底线很多嘞。哦，还有一个底线，先提醒你啊，还有金砖也不能挖。为了获得宝物嘛，可以啊。只是在那边打幽灵，然后结果打到僵尸猪人，白痴。全打到僵尸，然后就开始僵尸逃亡。为了你是故意去打的哎、欸。哎呦，白痴，很酷，还蛮酷的啦。酷，居然可以在这个地狱之旅。真好笑。那你刚刚说赤足兽背上是什么东西？哦，就是上僵尸猪人，然后还拿吊杆。哦，对啊，哦，他在骑呀，他是骑士耶，他骑着去找巧克力。酷哦，莫名其妙，砍了他们就不愿意。不行，我砍就会那一坨来找我们的，好可怕，我们很害怕。你要帮忙他砍巧克力呀、啊？对啊，你要帮忙他砍巧克力，你就是有没有推他推他推他？最早死安静，没有，最早死是那个吧？比哦比哦，对，我们那时候本来说要把你上钩，你怎么先死了？没有，我就是不要。我哥哦，白痴哦，我都躲进去那个角落了，我都躲在自己角落，那幽灵还是炸到我，真的有个傻眼毛毛。来来来，第二场，好，我。哦，这个很神秘，怀念的小空间哦，不是太垃圾，还没，这个哦，就是谁几万订阅了吗？这一场呢比较特别，这一场是有人把在机岩板上的一个小品地图搬到 Java 板上，然后呢再把它 UHC 化，好酷哦，它好像是一个鬼抓人的地图，解谜地图，鬼抓人，解谜抓人。对，所以就应该是蛮有趣味的，好不好？感觉可以嗨起来了，应该会漂漂亮亮。阿锦，你刚改了什么东西？没有啊，怎么改什么？我怎么看到西瓜变成那么绿了？你是眼睛业障重？你连瓜皮都吃了？瓜皮？我拿绿色起笔把外面黑黑的涂掉了。哎呦，难怪长成这样啊！难怪长成这样。这样子，那就一样哦。有20分钟后再说哦。嗯，好，好，没有问题。然一风嗡嗡嗡，手电筒亮光光。快速进头路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他说地图还有随机物资箱，可以去开开。哦，真假的？还没有起扫的物资。好。哦，好的。好啊，自己给啊，自己给，对啊，物资不需要啊。哦，我难道疯了？哦，超棒的，真的超棒的，真的。哇哦，可是这要放进去啊，
对啊，不需要啦，来啦，随机分队。哎、欸，鬼抓人的 UH 是一把人，鬼抓人，鬼抓人，红队下喽，八八八八八八，可以，乖，害怕，啊，被吃掉了，嗯嗯，干什么、啊？嗯没有，没事啊，没有，没事啊。那个铁斧想干嘛？没有，就是给大家好比较好生存嘛。不需要，咋？哎、欸，你们刚刚怎么用附魔台的、啊、交易吗？慢慢收集那些东西。你们是逛城堡的？好像有交易啊，有交易。正常没有，这样正常的哦。哇，好、哦，哎、欸，他们在对面啊，他们也是，他们也是，他们是。What the？他的地图没那么大，哎、欸，中间好漂亮，感觉啊，哎、欸，不要逆到哦。怎样？你有玩过这张地图吗？没有，我觉得蛮漂亮的、欸。哦，有大树哎、欸，好帅哦。可是跟他们很近、喔，我们要敲船呐、啊。哎呦，可是船那个要他有可以上去的吗？啊，有，这边有树。这个冰桶挑战。嗯？啊？嗯？啊地图物资会不会？哦，随机物资箱哦，随机物资箱，随机物资箱。哇，那他们应该已经有一些物资箱了，我们还没有。对啊，他们已经进去那个庙里面了。哎呦，哎，哇，有点衰。等一下，这个树哦，有，它真的有白色的树。这里也有丛林树，这里有丛林树。是石英，石英哎，已经来硬的嘞。对。他们太快了，开箱率呢？先做个那个斧头防风身，对，合成台有啊，这里啊，有做出来了。哦，现在20都是这样叫的，没合成台，啊、你们还不赶快做？直接召唤啊，召唤出合成台。对啊，我是200的，你们不帮我做、哦？他是说那边有合成台。哦，误会你了、哦，二零。误会你，你要讲嘛？要沟通。我想说，你把你在那个家里的习惯带过来了，哦，对不对？200少爷，哦、什么东西？200都是私下跟我讲啊，他家那个200大、啊。哦，受伤！等一下，那什么爆炸？你开箱子爆炸是不是？啊！爆炸箱白痴，哎呦、欸，你还敢用开的啊？你看他们就是开，你没有？你看他们就是开哦，所以他们才会有这样多东西。哦，那你怎么没有、啊？没有，他们是敲掉，敲掉才有啊。对啊，我刚敲掉啊，然后就、啊、那你怎么是扣血？苦力怕啊。那你怎么没有好宝物？问作者炸掉啦、啊！那现在都怪作者喽。换人怪。哎呦，我死搞死斧有了。我想上去看看哦、喔，我也在逛哎、欸，可以逛逛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康哎，好康哎，我身后的墙怪怪的，哪里？我挖开了一个解谜，对，他说这边的墙怪怪的，哦，怎么他是这样讲的，这里你看这样地毯，哎、欸，有点小卡，哦，哎、欸，有洞哎、欸，走，有怪吗？等一下很暗。哎、欸，这是铁砖！哇！我刚才没有块金砖、哦，有这里看金砖一个，嗯，金砖哇！对啊，我刚好多铁砖，这里都是地板，地方卡，太棒了！这有金砖，有金砖，那你做金色的衣服，我们做铁的衣服，是什么？在哈金那边啊！啊！快进来挖！我在挖了！哎、欸，你怎么找到我们的位置了？ID 吗？有 ID 啊！都看到了，看光光。我还把后面给堵起来。对啊。哎、欸，这个铁太夸张了吧？这是什么？耶！直接升级铁拳套。我们不会输，我们不会输了。地图上有些告示牌可以看一下，我刚才是这样看到的。哦。所以，哎、欸，所以代表也有可能有些小秘境。哦、对。钻石砖，哦，有可能哟。因为我刚刚其实敲掉一个绿宝石砖，铁砖，
哦，对，你看现在有铁砖、绿宝石砖，露米那边有黄金砖。我也进来了、欸。哎、欸，所以他今年没有。哎、欸，你怎么也进来了，变态？你有加金砖吗、欸？都没有，都没有先扣扣扣。连二零都来了，来都不讲的。哦，我们都偷偷摸摸进来的、哦。当然不要讲啊。嗯，我会跟你说呢。自己挖自己挖，你们厚道就要把自己的铁全部挖挖光。啊，自己挖，自己自足。什么什么？哎、欸，有蜘蛛，有蜘蛛哦，有帝都哦。海豚上面是水啊。外面啊，外面也可以啊。海豚叫声很广哎、欸，海豚，嗯，因为我听到海豚被挤压的那个受伤声、哦欸。哦，上面有，哎、哦欸，这个是海豚会溺死吗？上面一只海豚在那跳下去。哎、我看到迪斯，我看到迪斯，他只穿一条内裤。我看到他们，他们是在我们上面，他们在我们上面。那要上去突袭吗？走，等你们啊，等你们啊。我做个盾在哪里？你刚往哪边走？上去的地方，木头上去，出去了吗？嗯、还是直接往上挖？就直接直直往上，直直往上。有看 ID 吗？有看到吗？有看到吗？哦、看到这个木头这边这个了。我挖一个洞，挖一个洞，有没有看到这里？很大洞。嗯？里面的是像……哦，看到了。丢那个东西下去。哎、欸，他们在我附近，我只剩铁砖可以叠。这里有没有看到我？有哈基，哎、欸，来哦，来火把阵，上面好多那个跳跳，哎呀，哎呀，哈基，右边，先右边。OK， 都到吗？要不上来，上来。哎，对，又转出去哦，三个一冲啊！冲啊！冲啊！看到，冲啊！还敢蹲啊？还在蹲啊？我等一下，你下去了？我看到鸳鸯了。波波还敢叠，哇，真的叠走了，可恶！彪，还叠！我有金头，我，还叠，哇，还叠啊，彪！剩下团团一个，在哪呢？团团，这个铁太夸张。直接全套铁装，吓死他们完毕了。嗯，我可以参观了。嗯，直接上去了。可以多看看，可以多看看。嗯，没有。哦，二零人呢？啊？二零，你在哪？前面呢、啊？要天眼兵是吗？没有看到二零刚刚戴那个波波的头。哎，彪！啊啊，那是你啊！我想说看到彪的头，吓到我了。哦，二零，你不要乱吓人。不要看到他的头。你可以看一下团团在哪。你是不是看到他的头就想打、啊？对，要小心，直接对上。没有，你看你这样就可以去看团团了嘛，用心良苦。哪里？哦哟，离我们很远吗？还是他在哪里？蛮近的。在哪里？在屋顶。屋顶？在屋顶的里面。屋顶的里面。那他有没有在唱歌？有一个地方很多金砖的，金砖，金砖，那是你的，那是你的啊！很多金砖，那个房子是屋顶，不是，它是房子的，很多，就房子里面。我这里吗？我这里只跟上面的房子吗？你给大概坐标哦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最偏的那个地方。你看到了？你怎么那么强？为什么我看不到？是那个房子侧面有很多黄金砖的那个房子吗？嗯、就屋。最上面的房子吗？他到最下面了。看我刚差点打哈气。到底他在上还是下？我、哦、看到了，标记我标记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标记。玩桌游戏。那里那个海贼船海贼船啊，海贼船是吧？对。哦、一路游下去吗？又要下去了。嗯，穷啊！这个搬砖，好可怜哦，放到搬砖上，捡到好多受伤。哇，25个墨囊，这边死多少乌贼啊？
可怜的乌贼们，真的。刚刚看到在这里啊，那领航人呢？他到海边了。海边，海边，我也在海边、啊。就是那个船，那个有一个大船的后面，哎、欸，船上的。哦，在船上，在船上看到他了。大船是不是？哦，看到在跳，在跳，红色大船，红色船的。哦，他想出海啊。要坐船是不是？他想成为海贼王的男人，只有一个。他想成为海贼王的男人，怎么可以让他抢到宝藏？你用金砖叠，你也太浪费了吧！那等下说，我只剩金砖了，好奢侈欸、他的下方，他现在哦，他叠高，他叠高，他叠高，他抬头，他叠高。对对对，那个哦，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看到了，完了。那现在，哇塞，宝藏在这啊，团团，哇啊，我要打了，嗯、啊，我给他宝藏哎、欸，他来了、哦，他下来，他下来，他跳了，他游回去，他游回去，哎、欸，他消失了，哎、欸，好、哦，人嘞，2020人嘞。我刚看他跳下来，然后他就对啊，消失了。是用瞬移哦？他是用那个东西珍珠吗？有可能拿到，有可能哦。他血又变少了，应该是哦。二零看一下他在哪？跑回陆地了。所以果然闯过去的吧？嗯，啊，闯过去了。你下面没看到他？二零，我们沟通沟通，他在哪里？靠你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哦。哦，哪里？哈，嘿，另外一边，什么另外一边？海一样海边吗？很难形容，这里太乱了。一样海边吗？就是不知道附近有什么，附近有什么房子吗？什么红色大房子，还是什么草原，还是什么？我们刚刚左转嘛，他是要右转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他已经跑到另外一个海边了。另外一个海边，你要不你说这边好了？没有，很难行。你附身到身上，然后直接按 F3， 然后开始爆坐标，爆坐标，一直爆，一直爆这样子。哦、oh. ，OK， 所以负五三一八百六。他太远了吧？八百六，斜对角哦。你这样子说清楚多了。啊、看到卢米，看到卢米打啊！我还在看鼠标。卢米，你可以的，你3D打1D。卢米可以的，卢米可以的，卢、欸、米你输了。欸、我后面怎么有被洗啊？卢米你怎么死了？卢米有被洗啊？卢米那个他又误你，哎呀哎呀哎呀！我操！现在我没死啊！洋洋获胜！耶！洋洋获胜！洋洋获胜了，真的获胜了吗？哎呀！小雨获胜，小雨赢了。你在干嘛？上去吧。不可能啊！哪里啊？就刚刚繁星在地表找到一个绿宝石砖，然后那边写说。后面有秘密，后面的墙壁很奇怪，是在哪里的墙壁啊？这里，房子，这个就它原本这一块原本上面有个绿宝石，繁星说，对，这边有个绿宝石，然后我们就看到这边有没有地毯很奇怪，然后往里面一挖，然后就好多铁钻，好夸张啊！这里是不是？对，你看到这些，我想说，很像钟乳石的都是铁砖。我想说，我上去看了一下，因为有那个海豚的声音，然后一上来就看到迪叔，好扯哦！原来你们那边这边铁砖，我们那边完全没东西。我们以为你是船那边拿到的，拿的铁砖，对，嗯。哇，这样子，哎、欸，我们船还是在这个地图外面的那个
那个平原上面，我们还自己从水游上来。对啊，我没事啊。他没提示，说不定都不会有人找到，因为那个很隐蔽。那个在屋子底下，除非就是欧北挖。对啊，好扯、哦。其他好像没有别的 OP 的吧？没有，我没有找到，就绿宝石杖还有那种金砖。有啊，金砖，金砖就是那个、啊、塔上面有啊，塔中间，塔中间。哦，真的是很漂亮的地方、啊的。有啦，它那个外面有散落几个箱子，里面有放一些东西啦。对，哦、那个是那个、啊、物资箱，物资箱，对，物资箱还有物资。哦，那时候想说，我以为放的物资箱哇，铁砖。对啊，你们的铁砖比较好。对啊。哎、欸，可是它真的好漂亮啊、哦！对，超漂亮的，蛮用心的，很强哎、欸，好强。可是它。地图转换关系，所以有一些东西又不见了。哦，对啦，对，因为有这个加满版的鬼钻人，我们就可以来玩了。真的，可以啊！哇，这超大、欸，超能找。嗯，以后那个提供地图还是要看一下，不要有太多 OP 的点，不然就让我们可以检查。哎呀，那个黑色困起来就不检查了。有点哇，满金六六六，满金六六六，最后的赢家在找你呢。我赢了，我赢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你要把200砍死？他打你的头啊！哦，我就知道。哦，对，我看到悠悠在前面，我吓到想说哇，他起死回生砍，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以砍到他。跟你说的一样。干嘛跟我说一模一样？跟你讲的一模一样。哎，说哎呦，逼哦逼哦，我要砍死。团团一开始说那个20带上 BOBO， 我就在对话框就是在忙碌一下，然后再问20在哪里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原来是安尼啊！听 friendly 那个我很会打了，听 friendly 那个同队伤害马上开启。团团以为是你想要把他打死当天眼兵。对原来我把巧克力想太邪恶了。对，那是你把巧克力想太邪恶了。天眼兵是这样。他在另一边，很难形容，是另一边，另一边，哇，200真的很棒哎，很强哎，哦，这个真的不给你一个赞，一堆房子，然后又没有什么地标，他在房子的上面，哪一栋房子上面，哪个上面的那个房子，另一边，每一栋房子的屋顶的里面。每一栋房子哪有都长得一样啦？你骗人！就红红的，然后红红红红啊，红红。然后后来说他跳下去了，哪里？出海了？出海是哪里？完全找不到。然后就是你附身在上面，然后直接报坐标，报坐标。好，5-530。20太可爱了。因为还是移动，对，那数字是跳动。哦，所以你觉得现在是谁的问题啊？在另一边的海边。原来好像那个地图，我们都有那个小地图，我可以看到。最后还是找到了。咦？就是要生存的意思吗？该生存了吗？太贵了，该生存了是不是？生存了，生存了，生存了，生存了。我听到遗言了，海龟，海龟，海龟。啥海龟汤吗？开始海龟汤了吗？哎呀，我要重开游戏进去。嗨，这样子。我找不到了。他死前跟凶手打了招呼，嗨，嗨，然后就死掉了，就没了。好，那看来刚刚谁跟他在一起，就知道谁是凶手。嗨嗨，感谢超级留言。不要嗨嗨嗨嗨。哎呀。有，接下来好不好？阿弟最期待的时刻，我先，空投场，耶，空投场，西瓜改，哎呦，哎，福利啦，哇，为什么阿弟的抱怨，所以现在西瓜改成南瓜，我死亡会有特殊彩蛋。繁星死亡有特殊彩蛋，可以先把繁星打死。可以看彩蛋吗？哇，可以看彩蛋吗？想看彩蛋，看彩蛋吗？想看彩蛋，到时候可以去看看。这里不解除，是前面那几个是什么意思啊？
我觉得可能他自己讲的一些梗吧。啊，第一个是那个猎人，第一个猎人，对吧？我没看，你就到现在还不看？看了，我还在补九九，我在九九啦，九九，不可以伤害兔兔哦。好好，然后作者有说他本地图那个音乐。这个音阶盒他有特别挑过是没有版权的啊，是哦，你说是 UYT， 我还是跟他讲说我不会开，对，我还是开了，开一下，剪辑会很难，所以想听就去别人那边听，就来背哦。第四五哦，这次空投场有两张地图，所以我们可以好好期待哦，两张哦，行。哎，那我们要不要干脆刺激一点啊？一队啊，一人一队啊，一人一队啊，五队啊，两人，两个人，两个人是不是？两人一队，好不好？哦，好，好，好，有左一个，听到有一个人吗？有一个，等下是不是不想跟我同队？不想跟我同队就讲，有一个下下签，大家自己好好抽签啊。弓箭有血肉，然后不能贯穿，就他预设的。好的。然后有没有头颅？没有头颅，那就来准备啦。随机混沌。哎嗨！我先死啦！我先死啦！繁星，繁星，繁星，你死了的话会有特殊彩蛋。好好奇，我跟你讲，我先把他杀了，我再自杀。哎呦，哎呦，同队伤害！我去装人家，开紫色同队伤害。不是啊，空投箱会有岩浆吧？有打火石做一个。对对对对对，两分钟会有空投。好，好，好。那就等一下点好，确定有好，那就各奔东西，拜拜。房间等一下哦，我想按照顺序吗？好啊，对啊，那我们五四号吧。那我们是几号啊？繁星，我让你死！不要让我死！为什么我们是四号啊？我想说按照顺序下来，阿哈基又不用动嘛，有没有？哦，对，巧克力就最下面，啊，我们就倒数第二啊。哦，那上面应该是说合伙不想动之类的话，没有动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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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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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饭，开动，开动，好好奇是什么？不行，你要最后再死，你要最后再死，你要最后才能死。可是我不想要先死，我在哪？这边，这边是哪？高。这是哪？这是哪？你哪？为什么？啊，繁星，生日快乐！哦，你，哎，我没传走啦，你在哪里呀？没传走，我没传走啊！你叫什么 ？B， 我说 B。哦，哈哈。啊！我怎么没传过来啊？好白痴！我不知道哎、欸。生日快！哎、欸，我哎、欸，我还可以开你的蛋糕，我可以帮你吹蜡烛吗？箱子是什么？你要去箱子是什么？空投，然后蛋糕。你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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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拿。那我全都拿走了，太棒了！你拿，你拿，你拿。不是啊，我直接死是不是？我已经死了是不是？你死了吗？你死了？哎、欸，哦，返回原本位置了，没有没有，返回原本位置了。哦，哎、欸，那他。哎、欸，你摔伤你木梳松没有、欸？你好高、哦，你超高的，你超高的，我跟你讲，我要怎么下去？我要怎么下去？哇哇哇哇哇！等一下，我很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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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我要把繁星的身体挖空。欸、有一只鸡，那你叫的吗？不是，二零，二零，啊，先不要打他，那、啊、你在哪？我刚刚看，我在打泱泱，你在打泱泱？嗯，你先打泱泱了，二零不理他、欸，哎，哎，二零，
你不行，二零有功，二零，你残血吗？我残血啊！阿姨哥不帮我打，有有有，啊！快打，快 CD 了。一点八也可以打打泱泱啦！哦，啊有了有了，啊繁星，哎二零好好卡，二零好卡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有金苹果？你他们刚刚开箱，我才跟他们打，那、啊、你不帮我打，你要死了哎、欸！我们死掉，我刚刚来不及给你金苹果。嗯、我想说，哎、欸，他有开到剑啊，白痴哦、喔。嗯，哦，它里面很多那个，嗯，空投还有铁、欸。哦，谁做的蛋糕是空心的？没事，赶快赶快逛地图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好多。很多图超多的，对啊，嗯，它里面有什么啊？看一下，铁簪，哇，书柜，有人在拆家了，这好像很多怪哦，听到僵尸的声音，声音，对啊，声音，好像里面就是没有什么铁簪之类的。迪苏、小雨他们在屋子里面，对啊，不同队的。不同的啊，这一起在挖房子。对啊，对啊。嗯，铁三呢？还有书哦，哦，怎么了？那个小雨好像遭到空投，爆炸空投，爆炸空投哦。然后他现在大战，我想用大战小僵尸，死死了。要不干脆这样上去算了？好啊，我们上去聊天。我们上去聊天。不。没有房间呢、啊，会长房间，没有房间，会长房哦，那就算了。对啊，哦对哈、哦，我忘记了，到底是干嘛啦？要等他们死光才行啊，对，一队死光才能换位置。啊，兔子受伤了，水空投哎、欸，水空投，兔子在游泳。团团啊，团团可能会死哦，别看团团还被巧。来了，巧克力口味的脆皮酥，对，巧克力口味的脆皮酥，对，哦，对，他们是组合嘞，对吧、啊？巧克力巧克力口味的迪酥，嘎嘣脆，嘎嘣脆，嘎嘣脆，嘎嘎嘎嘎嘎嘎啦嘎啦，哦，他跑去哪、啊？二零，啊，他绕过二零了，二零完全没有想要打架一次，他在疯狂的召唤东西。团团跑好远哦，团团去打马了啦。没有啊，他还在逃不是吗？马又不会有肉。对，哦，超爽的，捡到钻石嘞！哇，他这么多空投、哦，他疯狂，他这么多，猪猪猪，爆炸，有是，哎、欸，有爆炸，有爆炸，空投上有兔子哦。到了，没玩过新的吧？新的吧，就是奥利魔法你啊！啊，卡被炸死了！那里没有什么蜘蛛网，兔子被炸死了好多。你要怎么办？你要好好过分。嘴里有淡淡的杏仁味，什么鬼啊？召唤空头蜘蛛。召唤了毒蜘蛛，那毒蜘蛛的颜色好暗哦，有吗？不是一样的，它绿色，绿色超黑的、欸，巧克力召唤那个毒蜘蛛的绿色超黑的，你看一下，没有啊，就这种啊，我骂嘛，迪苏是力量效果哎、欸，迪苏力量效果它这么强、啊，嗯，为什么？为什么随机事件呢？8008红石空投，
什么他有一些奇怪的成就？他自己的哎、欸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我刚刚看到国王好像往地下走哎、欸啊，没有没有，你没有看错。哦，怎么了？好像垂直往下挖，跳这个成就。哦哦，那个啦，王国之战啦，看到国王往下挖，是不是？是吗？不是吧？我没有听过、欸。不然就那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国王，国王会有什么？地图有国王，杰克是国王啊。可是问题是说，可是杰克往下挖，他称他自己是个国王，我不知道。对啊，那可是他往下挖，为什么会有那个成就？哇，好多兔子、哦！他不把南瓜挖走。感谢会员。他们是不是要鱼骨啊？他们知道没有？哪一个队伍要？你看巧克力。等一下，也许啊，很实心哎、欸。超实心的，对啊，他们想挖铁，不会吧？感觉弟弟不会有矿、欸，弟弟没东西啊，弟弟不会有矿，你要不要跟他讲？要跟他讲吗？不能讲吧？不能讲。对啊，给他白忙一场之类的啊，也好。他好像发现了，他放弃了。他走回来，他挖很深，因为这边就已经是九十几个了、欸，这边上面是九十几个了，要挖到底下挖将近100个哎、欸，我、哦、这个下面全部都是怪，狂生怪，哦，对，超可怕，心中生存都会变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我把下面掏空做生怪场。刷绿烟怪怪，哇！远古云台、欸，好扯哦，很扯。你要使用哪一个呢？你要使用哪一个呢？对，空投。哦，每一种空投一个成就，白痴哦、喔。等一下，你家的团团目前活得怎样？什么叫做我家的團團？哦，他有头跟衣服嘞。他在旁边，他开很多箱箱、啊。他也在这边捞，可怜的鳄梨。他挖进去了，他挖进去，他里面一堆怪，太棒了！谁？团团，我在想挖墙壁，里面一堆怪，看他。惊叹号的是音效，叮叮、欸。他自己的头里面有箱子。有没有空东西可以写啊？哎、欸，对对，有指定方块，指定方块，不知道是什么。哎、欸，刚刚好像只有你自己传来，他们是原本就在他们旁边，他们在地上。那就代表就只有你没被传，那就是只啊是哦，嗯，因为他们传过来之后，就是都在这边开箱子啊。哦哦，唐萝卜。有团团团团打起来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二零跟团团，我们其中一队可以聊天了。真假的？哦，他们要合伙？快点！没有，他们要合伙。欸，蹲蹲，但二零没看到。阿露米在干嘛？我看一下露米在干嘛。哦，他们各种龙哎、欸。里面有什么？我看一下。铁酷酷，他们其实空投也很多哎、欸。可是他们没装备、欸。对他们没装备，有啊，有脚脚，有酷酷，有脚脚。这是干嘛？哦，我以后要来做这个，巧克力头上这个的，那什么？诶、欸，桃柚，柚桃，
那个幼桃会很难做吗？不会啊，要烧过的那些有的没的而已啊。不然看它好像兔子，就很像那个沙子，那种蚁丝，专门吃蚂蚁的沙虫。幼桃，它那个不是就是一般黏土块吗？就是烧过就好了。对啊，我以为是在讲那个，我以为是在讲那个屋顶的这个有花纹的这个。那就是个啊，这叫做幼桃啊。对啊。怎么了？那没事，那没事。我没有，我自己87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一堆 ID 在走，我以为是鬼魂。这个在干嘛？哦、啊！兔子，兔子，谢谢。哎，饥饿效果5秒，等级40，要吃东西了。吃东西。蛋糕空投。导引，我跟你说，因为好像你好像稍早没看到聊天室啊。我说你，我有多送你一张那个。他被射了。那个什么？他们都有攻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我多送你一张六卡贴啊，上面有签名哦。我看看。哎、欸，那兔子怎么这么容易被吓到啊？正常啊。而且它是欧北短耶，好可怕、啊。他应该这个模式要说副手拿那个蒲公英，会有什么抗性特殊效果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那个兔子就被吓到了。Green。在看什么了？哦，他有冒冒了。看来这会打到民国300年了。啊！冲啊！独自猪冲啊！现在是晚上吗？晚上、啊。哎、欸，他真的被咬了、欸。对。团团、啊。没有啊。不然他是哦，那个是金苹果。这水是不是可以游进去、啊？水你没有动、欸，哇，他不敢进去吧？这个里面就是那个吧，就不对，我觉得这个洞是被挖开的，是被炸开的吧？嗯，那怎么可能盖成这样？这里面也没东西啊。哎、欸，它有一个楼梯是走下去死掉的那一种。那团团刚不往那走。都是一堆怪不是吗？没有，这更深的那边，这更深的，它有一个外围，还有一个内围。可是你们之后挖成这样子，它挖这个是几个高啊？挖！你看巧克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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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巧克力。来、啊，来不及了。这怎么了？哦，他是在炸人啊。嗯，在炸哈基。炸谁啊？炸哈基。哦，哎、欸，那个没掉下去啊。路米有被炸到。我们要摔倒，我们要死了。哎、欸，他的那个都没掉下去、欸，他 TNT 都没掉下去、欸。对啊，欸、他有三杀技耶，什么鬼啊？免洗笑话。欸、他有三杀技？你要组队打他们的。可是好像没金苹果哎、欸，没金苹果，救急的攻击魔法什么？召唤更大吧？哎呦，爆裂了！更大的爆炸吧？对，哪里？看一下，阿基这里。
哦，在屋顶爆炸了，因为他在屋顶放的。嗯。哇！又要爆了，又要爆了，又要爆了！兔兔打雷！啊！兔兔快跑！哎，没死哎、欸！很强，很强，很强！这边还有那个呢。剩九滴，哎，哎哎哎，哦哦哦，河豚桶啊，好，可以去。卢米，卢米被毒死了，这哈基，好猛，哈基在哪？哈基在很下面、啊。哎、欸，怎么会落单？哦，哈基想挖脚底板啦。对，哈基想挖脚底板。反团下来了，反团漏过哈气了，真假的？对，真的呢，这才是真正的躲猫猫吧？我在干嘛？在逛街，在翻家、翻箱、倒柜。那这是雪耶，哗啦啦，哗啦啦，哎、欸。他是不是没有吸到他的三叉戟啊？嗯，他是哎、欸，哦，有显示 bug。哦，飞檐走壁，哇，反弹捞上来了，反弹捞上来了，忍者团团 team， 哎、欸，对，是他们三个人。哦哦，还有这个。迪叔被毒到了，太猛了，太猛了！迪叔是不是要死掉了？哎、欸，他们好多核准桶哦！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你可以靠你一个人在团团，哇、哦！哦，啊，他被毒到了，他有金苹果，他有金苹果！哈哈哈哈！怎么这么多核准桶啊？哎，你说听结果？对，说听，然后先打。哦哦，他有恢复药水，哇哦，好扯哦！二零在哪？二零呢？二零还在等呢。嗯，双方都有天眼兵，可以的。双方现在都有天眼兵了。嗯，都是不行了，太好笑了。他把自己堵起来，就是干嘛？在干嘛？做生日蛋糕给对面吃哦。我身上有身上。烦耶！那他在丢垃圾，这个人已经开始在挑装备了。哎、欸，他刚刚不是有那个吗？他不是有，他应该有全套铁装吧？那怎么不穿、啊？还是被冲走了？应该要发光啦、啊！我觉得也是该发光一下了。不过应该快到了哦，有了，他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哎、欸，就这边啊，这边附近啊。哦，可以上去了，我可以上去了。走走走走。要拿河豚丢底书，然后毒死自己啊！聊天哦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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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有盾牌的二比零。还有盾牌，还有哦哦哦！哎哇，没有盾牌的二零，二零呢？
小僵尸打死跟小雨一样。哎，你说你忍心啊？没有办法，还是什么东西？等下，绿队都是被小僵尸咬死的。对，绿队都是被小僵尸咬死的。这么难过？哇，命中注定啊！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真的太厉害了。哎，二零零，你怎么可以偷偷去拿弓？二零零啊，是不是？二零零没有盾牌，现在还打赢，还打赢，太强！二零你招怪啊，二零僵尸是我的好朋友，召唤的，召唤的，召唤出来，六六六，太夸张了！繁星怎么死的？我对吧？为什么？你说一开始观察者吗？还是？哦哦，那是你观察者哦，对吧、啊？我一开始就变成旁观者，然后再飞啊，然后哦 ，Bobo 就没被传呢、啊，很奇怪。你们有被传过去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那只有繁星，那是特制的，对、啊，繁星个人的啊，对啊，就像之前只有我那个样子啊。哦，他是传到蛋糕这里吗？哦、对对对对，他是把我传到蛋糕上面，蛋糕上面，蛋糕上面，对。哦，然后你又把传过来，传过去，是不是？对、啊、我想说你们是不是都有传？然后只有怎么只有没有没有、啊，我们其他人是看到，不要作弊。哦，因为我、我其实刚好看到蛋糕附近有一堆啦。不要怎么会在那蛋糕上？那蛋糕都要臭掉了。那是给凡星吃的，又不是给你吃的。我有帮蛋，我有帮凡星，就是吹蜡烛。你看哦，蜡烛还吹。他刚刚哪一队在蛋糕附近、啊、我刚好看到，我以为大家都传到这。没有，我们全部都在。这个是什么？我们大家都走过来的，我们是走过来的。哎，对，我们都走过来的。我们走过来一起来围观啊！我们在300公里外，你知道吗？300公里外。哦，对啊，我刚那边其实什么都看不到，我吓到，这什么地图？对，我们都什么都看不到。最后不晓得是谁，那个哦，是随机事件。随机事件，闪电，然后就打我，我差点被打死。哇！哎，你怎么会有三叉戟啊？你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在你正下方，我想说，哦，我在疯狂按，看看那个召唤，看看。没有，我刚那个是那个每两分钟随机事件。哦哦哦，对啊，那个是迪叔，迪叔有用到那个爆炸的。天地，然后也有被炸到一点点，好险！我们讲说我们是怎么了？乌龙偏逢连夜雨，连夜雨，怎么回事？我想好在你下面有好几颗呢，嘿嘿，有爆裂的耶！快笑死了！哦，对，你们下面那个炸也有炸到我们一点，白痴！哎，酷酷酷，心好难哦。你姐生日快乐，提前庆祝哎！提前庆祝，先庆祝也是哈记吧。哎，搞不好等一下就，搞不好等一下就哦。对啊，我是西瓜公会的地图哦。对啊，对啊，有第二张哦。嗯，我怎么觉得不太妙啊？下一个是谁？嗯，然后结果发现是 Moco 不是我的。那就尴尬了，他本人不在，我们帮他庆生，这样有没有？请不要杀猪哦！一进来瞬间看到了丛林，怎么回事？那就是那就是啦！一进来瞬间看到西瓜，团团生日快乐！他白痴，什么鬼？没有甘蔗，但有西瓜。哎，这个有点似曾相识。哎呦，这个墙，对，有点似曾相识啊！我知道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是不是就是啊，爱的小窝之类的西瓜？有没有看到西瓜吗？没有哎，这东西被编掉了，没有没有。有啊，在丛林之中要眼放大一点才看。有一颗，那里很多颗哎，很多颗，很多颗。没有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属西瓜，看你可不可以找到自己的。哦，真的，专属。像我，我命中注定的那一颗。你一生只录那一颗吗？哎呀，我是真的卡痰啊，对，那我是真的卡痰啊，我就好奇问你是谁呀？没有喝绿茶喝太多了，喝水哦，不要喝绿茶，零醉的茶，是零醉的。啊，我刚刚那样五队感觉蛮刺激的啊，是蛮刺激的啦，刺激啊，太刺激了，太刺激了，很棒。啊，记得。是南瓜有效果，我刚刚也忘了。哦，所以刚刚还在找那个吗？打怪有回血，西瓜没有回血。打怪会回血，他既死亡哦。哎呦，
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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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就是了，那就是了，那就是了。哈基，等一下，同学，我想把你先弄死。我没有被伤害，我要看特殊世界。特殊世界。那就来了，好，好，随机分队。哎，跟刚一样，跟刚刚一样，有跟哈基刚跟繁星，又是繁星的秘密，对对对对。哎，哈基，冲冲冲冲冲！这个是怎么分的？哎，我跟小野，我跟小野，我们一样，好，同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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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想跟我同一队？不一样，一样，不是啊，他跟某某一队吧？啊，没有，我听错了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哈哈哈哈哈！很烦，哎，完了，我跟你讲，有人有一样的吗？没有，没有。粉团有没有一样？你就讲，没有，我没说什么。我睁大耳朵听你讲，没有啊。你看，我刚巧克力让我那么失望，我都没有。我刚刚听到有人说一样，我听错了，没有，太快了。你就是不想要我跟你同一队而已。我哎，发现了，原来我现在已经是下下签。签了我好难，我要自己去一队啦，真气死！然后看看哦，哎呦，鸳鸯跟哈基，哎呦，哈基，这样子这我就不会死的，也碎啦。哎，鸳鸯，等下直接给鸳鸯一把钻石剑，这样。我先把哈基杀了，给鸳鸯口岩浆。我听到好多那个五百块，先敏感哦。我们都是练五百，你都要看，等下，你慢慢转，你知道你。内鬼交易，内鬼交易，内鬼交易好了，没事，我们交易好，交易好。有没有真的内鬼凑进来？真的内鬼凑进来？你就来各奔东西喽。好，好，姐，我们要去几号房？我们去三号房好了。迪叔，你要去哪里？寿星是不是可以不用动？我是，对，我们不用动，不用动，寿星本来就不用动啊。哇，有特区。啊 ，Hello！ 哎、欸，我刚一个空投都还没丢到，不是啊，好惨！我还在打泱泱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在互打嘛，然后那个 Bob 还说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要怎么救你？我说来帮我打，然后跑去帮我打二零，我说干嘛？Bob 是很强哎、欸，我在干嘛？你还可以先走到墙边，而且他刚刚是说墙在哪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们是不是很远呢、啊？我刚刚就是我们刚刚那一队也是这样子啊，超远，应该是那一边吧，在那一边，那边猜了，走啊，对啊，因为这边两边是边界嘛。还有抗性，走，趁现在，哎呦，那可是绝上应该在这，对，不然你在其他地方弄也是弄不到啥，哎呀，哎呦哎、欸，你好厉害啊，中了。耶！ Yeah. 想说我刚看另外一边都是那个边界，那应该在这边。怎么了 ？Run！ 怎么了？我现在发现 tape 的时候看二零没有墨镜。眼镜对啊。好笑啊！好，我看看几眼上。哦，也是啊，有可能会分到几眼上面。我记得上次好像是不是有一次就是大家分，然后分在那个上面，然后消失的时候下来人跳水，啊、超笑。哎、欸，这次有说什么时候开吗？没有，而且我以为是我死掉才会都跑到中间去，还是什么？结果没有。对啊，我刚死掉也没有彩蛋吧？还是我死掉之后才会蹦出箱子上有兔子？我不知道到底是前后什么时候才开始。先丢，我前面没丢的，先丢丢看。有可能是因为你死掉后来才有兔子，因为我看后来大家丢都有兔子。对啊，小心空投，烂透了，什么都没有。蛋糕，哎、欸，我刚也拿一堆蛋糕，然后都还没吃到就被库里帕跟小僵尸弄死。超惨！而且我挖出来那个地方，我从城里面挖出来，然后一挖开那个空间就两只怪，就只有那两只怪。我知道，我没有看到。超惨的哎、欸！我天哪！小僵尸咬人好痛哦、喔。
小象是超痛的，是完全没办法。我原本想说看可以把它打下去，就没办法。嗯，想要算了，就死吧，就当天眼兵。到处天眼兵看啊看。他们说这个的梗都是那个欸，很多都是什么王国跟歼灭的。我想说国王往下挖，我们刚刚在猜出什么意思，是捷克往下挖吗？还是什么？应该是吧，就是类似的，就不知道。然后我刚刚跳台，我们两个在那边，可是我的观看都很，那说那可能是繁星的观看不错，我们的通常不怎么样。我的观看什么？就是那个没有啊，我们就在那个是什么观众这些梗，是因为他们很喜欢王国跟杰喵，然后我们就说啊，可是我们直播说人数跟影片观看都不怎么样。哦，我也没有很多人啊。对，我们刚刚以为是就是想说，嗯，还是繁星的那个观看很好。没有。想说到底是，好，大家好像很喜欢，可是观看真的是不怎么样。都是看别人的台啊。就，哎，我蛮坏。哎，真的没办法。哎，来分你一个补血的东西。捡到的。哎呦，是呀。可以。五秒后。哦二。效果。那是什么？二四。我看到泱泱耶！我看到泱泱耶！在哪？那边？那不是先杀哈记吗？哦，对啊，哎、欸，走！等，交给空投。好，那我也交一下。他在机眼附近。哦，他们应该在旁边等开了。嗯。这几张，随机。单叉戟。哦。Are you kidding me？ 哎，我的是那个回复的那个汤汤。哦。干了吗？你要不要拿一半去做汤？给你两个碗，做个回血汤汤，可疑的炖汤两碗。他们去哪里了？没看到了，找一下，找花鸡肉，在哪里？咔咔咔！哎、欸，感觉读取到东西。对，我就得，哦呦呦，刚才上面几张的时候，有时候也是突然卡一下。对啊，那个躲猫猫那张最卡，超卡，卡到爆炸，见了哎、欸！哎呦，哦呦，开了，撑开了，得爬着上去。哦，发光，发光哎、欸，怪发光是不是？冲哦，冲啊！虽然我只有木斧，哎、欸，这个里面看起来超恐怖、超暗的哎、欸，应该都是下面呐、啊，那制作都空心的。对啊，跳起来怪怪的，这里好多，好。的那个片头吗？不能这样子，我是国王耶！这好可爱啊、喔！他手上箱子有东西吗？经典开场的动画，这是什么？我靠！哦，这是超久以前的那个啊，影片的梗啊。这个就是他身边的那些啊。啊，这个是他之前哪一张地图？我有点忘记了。对啊，就是都有通气翻之类的嘛。对对对，地图里面的他都会放这个。我想起来了，哎、欸，旁边有人在开箱子。200，我们要先找哈记啊，蹲一下。哦，这边是他们制作群的那个、欸，他们都有写名字。酷哦，啊，所以他们在弄什么？哦，他们来送礼物的，我想说他们是什么东西？啊？哦，机心人！哦！你捡到吗？有，机心人的那个碎片，好久远哦！我的天哪！哦，森林小屋吗？好像是。我们就没了哎、欸。中小机心人呢、欸？我的天哪！印象机心人那时候好像还不认识哈吉。好像是后来才认识哈基，他们在挖哈金砖呢、欸。哈基去哪里？
到底在哪里？好想要拿他身上的，是不是？我也是，被敲掉吗？可以打吗？打不到，还是他设定这不能被破坏？好吧，走吧。我都怪哦，这打怪可以回血，是不是？黑寡妇哎，刚刚那怪都有名字。阿纪怎么快死了？他又快死了。啊，真的，你还剩下一点血，他是不是被人家追杀？在旁边叫空投，我在看那个火杯里面不知道有没有东西。你说漏斗？对啊。啊，南瓜。南瓜。我拿到更多那个畸形人的碎。阿纪的头。阿纪的头。你来看，你来看，你来看。我来了。啊，是以前的头哎、欸。对啊。是秀秀的头。都见识。成就物品请勿拿来投资，使用开启任何机关。哦，他以前的那个说明，想说什么东西？这哭光叫我很会射。哎呦！哦哦 no 哦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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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而且还有那个鱼竿的那个鱼竿的。哎、欸，那我要带一个秀秀头，大家都是秀秀。我想说，为什么要故意要？你不知道看那个火堆？哦，对啊，对啊，我想看到里面有有建材吗？给你。有有，我有木材。好像没有，就是一堆木头。哦，下面是指定方块。嗯，那就算了。打雷了，被雷打到了。喂，哎呦，摔到了！哎呦喂啊！哎呦，又是他机头。啥？同样的东西。哦，锄头，经验值有六，还有牛排，一支箭矢，没东西。它是所有怪都会发光吗？还是没有特殊的？特殊哎，我看到人了哎，卢米在哪？他们隔壁在哪里？在哪里？那边那边那边。好，我来了，看到了，他抓到空包弹了。哈基已经死了，可以打架了。啊，我死掉了！啊，他们两个打超棒，戳他，戳他！啊，提出在你屁股。我怎么会把三叉戟放在那么后面呢、啊？滚不到、啊！滚在后面呢、啊。哦，也上来了哎、欸，可能他没来了。逛街，对啊。来，我们看有没有藏什么？看看上面。哇，实心的哎、欸。实心的。建筑是实心的哎、欸。哪？你说下面这边是？对啊。那应该是用那个吧，指令填起来吧。共通。哎、欸，应该去打，刚打那个我很会射才对。人生钻装、欸。哎、欸，我很会射。哦，他是钻装哎。那个不朽狮王也是钻装哎，哇，很难受。这些怪好像都是钻装，嗯，特殊怪都是钻装，还有这个黑寡妇，酷呗、欸，酷、哦！酷！你发什么？高压主虫是这样，破坏了核心，核心，那我核心，我白痴啊！怎么有核心？哦，中间这可以敲哦。这游戏是敲得完吗？白痴！我想说哪里有核心？看一下，想到飞到人家脑袋里面看有没有，看起来像什么？
超酷的哎、欸！他这里饿了是谁？有一个人在半空中，楼顶好像也没东西，楼顶就是，而且楼顶还有擦亮，酷。鲁米的成就硬啦，硬啦！有啊，那个那三局有人动到，我想说硬啦，也太白痴了，超多怪的。看一下我们大家都在干嘛，满满的南瓜。哦，对，我完全忘记南瓜回血这件事情。可以啊，但是我们刚打成那样子也没办法回啊。对，没有，我前面有受一点点一点伤。我想说忘记黑灰伸缩自在的爱，伸缩自在的爱，有没有人要去打那个怪看看啊？我想看啊，洋洋要被打了，他飘飘，哎呀哎呀，他被飘飘走了，死去，他自己复活了，他起复活了，我可以上去了。看一下，他这边飞啊！对啊，来观哦，观看吧。这个我是国王，那个是之前那个啦，那个也是王国的。叮叮叮叮。这个血量不会扣啊黑寡妇是之前梦魇生存的精英怪哦，糟糕，打架了，打起来了，哦，露米摔死了，哦，碎啦，他直接跌倒摔死，我被打出去的还被从楼梯上面打下去，团团还带一只鹦那个鹦鹉一直在那边走，超强！哎呦，他的钱都摔下来是不是？哎，后面有钻石哎、欸，他到底是要捡什么？他捡那个吧。哦，衣服。卡忘记了。不知道捡什么？哎、欸，地上有那个是玉髓的那个是吗？对啊，玉髓矿。哦，后面是玉髓，他不要钻石了。对啊，那裡有一颗钻石。我宝贝射死了。宝宝射死了。哦，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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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二零零八。你可以上去了、欸。上面。阿基他们呢、啊？刚好死光。嗯。嗨。嗨嗨嗨！我想要笑下巧克力，下巧克力。我去看他画面。你刚怎么用？你刚怎么用的？F 三加 N， 他可以直接切换哦。然后你就闪一下这样子。对，嗯，你。哇，调皮。哦，这样其实打怪回血还不错呢。对啊，还不错。你怎么死的、啊？不要问我，不要问问观众。好。啊哈哈哈！听起来不是很妙的样子。嗯。原来笑得很开心。我刚本来要去打你们那一队的，因为我看到。不是，我知道，看到我看到你的脚、嗯，我看到你的脚。接近的时候，蛋开了，想说哦，光地图，光地图。对啊，我地图开了起来。我这段开始看到一半说，看到两个人走进来了，好，已经被逛了。对啊，开逛。哎呦，你还敢开啊？地图。不朽死亡。你们在看谁啊？哦，巧克力啊。看巧克力啊。接近喽，接近喽。哎、欸，对啊，这会很难打吗？后面叫啥？应该没人打吧？是啊，我们刚才有遇到一个发光的那个全身转装的枯工，有够可怕。枯工跟僵尸都是全身转装。对啊，好强啊！可是他走太慢了啦，应该要给他点加速才对。闪电苦力怕，
小可不。吓死他。你就吓谁？团团？团团？换人吓了。嗯。啊、好哎、欸，我现在看迪士尼。我看一下哦、喔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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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好，我来。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他一直在在跑，在奔跑。要蹲下啊！他蹲，他蹲。啊，他蹲了，蹲了，蹲了。他看他，看他往哪里看。哎呀，他好烦哦、喔！好晃动哦、喔！哦，迪士尼哦。不行，要停下来！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挖开，挖开，挖开！他在挖东西，他在挖东西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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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超坏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他害怕了，他完了，吓到哎！他应该是他打了三枪，应该是吓到了。吓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不死，超坏、欸！我天哪！哎呦，我可以笑死！好，下巧克力，下巧克力，下巧克力，好。好，巡回，等一下哦。好了，跑外面了。老泽，等一下，他去哪里呀、啊？他在跑，他在边边呢、欸，他在干嘛？边边，要干嘛？想挖矿吧？边界跑、欸，可是身上他装备不是什么也都差不多。想要绕去哪里？要打波波跟团团之类的，要怎么打？嗯，啊，完了，我知道了，200又在帮他报位了。好了好了、啊，他们在那个楼上那个那个旁边那个楼上那个很难形容啊。合成，啊，烧死了。看哦，看箱子，看箱子，有自由药水，开始挥你一下，开始挥你一下吗？有变吗？没有吧？迪叔怎么说他伤伤？喂，迪叔受伤了，挖掘家哦，迪叔超高的，我感受到，这是吓人的好机会。不要啦，危险！不要掉下去，阿良是要掉下去，危险的。我们就害死一个人了耶，这样不好。那你不想跟你们，真的。我把哈剑脑袋挖开了。哎、欸，提出在这个平台丢，等一下一个炸弹不是全部炸光了？他没有想到吧？哎、欸，而且他会一直替换掉、啊，超浪费的。可是有钻石哎、欸，可是超浪费的。他那个叠在一起，他会把箱子。看我挖掘家是我。爆裂魔法啦！啊、爆裂魔法是不是？我的天哪！哦不，迪叔！迪叔！迪叔已经超傻眼，真的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是巧克力跟团团他们。嗯。其实刚刚没看到，是被挡住了。嗯，我有看到哎、欸，刚好看到。刚刚我也没注意，我在看着他那画面，直接看到他一点箱子都砰。我看到的是他掉下去的画面、哦，已经死了。蛋糕空投，你永远不知道怎么合成。迪叔，我小时候我看到好东西啊，我看到你打开它，很开心的打开就蹦嘎，就把那个直接炸开。你刚刚对于哈记？你有什么看法？我快吓死了！你也来吓我一次啊！白兰地，说好马吉马吉的呢？还吓，还吓哈子！我马吉马吉，一开始就打起来，打架，打架，不然嘞？看到就打架，而且刚不是让马吉一下吗？逛地图、欸、没有逛完啦、啊，逛完了、啊、没有？我们还没逛完，都不让我们游戏体验。这没什么好逛的，大家都逛完了，差不多了。没有，那个观察者比较好逛啊。对啊，观察者，你可以现在赶快去逛一下，东西都还在，东西都还在。把他记的那个头都裁过了，都裁过了。对啊，菜里面的蛋糕，好烫啊，好痛。我刚才去看那个湖背里面有没有东西，就没东西，只有紫金方块。
巧克力酱好边缘的感觉。这些是哪是、啊？那可能听恶灵包围啊。对啊，恶灵包围吧。对啊，他刚刚就一直走路很奇怪，我就想到到底是怎样，看一下，哦，是恶灵啊。啊，笑死！因为检查箱子里面还有没有东西，是不是？每一个都没开，好可怕。阿庆，你的头啦！箱子啊，开箱哦！箱子、啊，开箱子，好可怕、哦！我刚过来都看阿庆一个半身在那边，哎，这个头还会动哎，真可怕！我看到吗？他在敲你，他看不到，看不到他头，他说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没看到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哎呦，真是！他们离很远吗？在哪里？没有讲说另一边，另一边吧。他们上去了。这个地图好大、啊。那个被诅咒的柱子，被诅咒的柱子。这边是迪叔刚死的地方。爆炸那边。哦哦哦！对哦。对，是被诅咒的柱子。刚刚就小雨说吧，他放在外面不怕被炸吗？对，因为你全部一起丢，它一个就炸掉，就全部没了，就没了。没看到文字啊，可是样样有说我看到东西掉下来。有啊，因为它是一次丢很多个，所以全部都丢在那边。哦，直接叠起来了。对。那第二个就是爆裂，想说看到很多鸡很善良的下来，想说应该没事了。结果。就是夹杂在中间。哇，那只鹦鹉真的很忠诚哎、欸。哪里有鹦鹉？团团肩膀上、啊。肩膀上啊。肩膀，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。不是、啊，刚刚在打你们的时候，肩膀一直有鹦鹉在跟你们那个。对啊，一直有一只鹦鹉，我完全没在看。超好笑。哎、欸，它的鹦鹉怎么这么乖啊？会一直顺哎、欸。对啊。我每次打鹦鹉，鹦鹉都不鸟我。这是底数，刚很弯。挖什么？哦，不是，迪叔挖在这边，对啊，在旁边这边死亡。看到了、欸，他们那个尸体已经捡过，哎、欸，在下面有没有被看到？有下去了，他们绕着被诅咒的柱子下去了。可能讲说你下面才听得懂，你下面，你下面，可以在你下面，在头上，啾啾啾喽，啾啾啾，火焰弓哦，啾啾啾哦 ，biu biu biu 哦 ，biu biu biu， 不要乱 biu 哦。哦，两点还好，来喽，胃我很痛，好像还好。哎呦，岩浆旁边哦，看那个鹦鹉会不会帮他挡箭矢嘞？哎呦，哎呦，那个鹦鹉真的好痛哦，好痛哦，我操，六滴耶，好忠诚的鹦鹉哦。我觉得鹦鹉等下就要被射到了，我的弓很痛。哇哦，那个鹦鹉跑到岩浆了，哦，没事，他是没有哎、欸，没被射到。找掩体，找掩体。哦，抽到一件三滴，我又抽到一件两滴，零一零，不用，他修起来，修起来，被甩，他被刺到，刺到，刺到，堵起来了，堵起来了，为了灭火堵起来了，屁股被揍了一剑。等下那只鹦鹉是不是死掉了？我刚看到有一个东西空中烧起来。鹦鹉，那巧克力射的是回复箭矢吗？为什么射出来有回复的效果？哦，那、哦、是发光哦。哦，没有发光，发光。哎呦，好会跑，跑起来！哇！鹦鹉死了，鹦鹉刚死了，在一阵混乱的战斗当中。鹦鹉，鹦鹉，哭的。哦，哦，还有附这个指令包哦。哇，用指令包啊！酷啊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你们怎么也都被 BOBO 给痛宰了？哎、欸，不过我超凶哎、欸，不知道在凶几点的。他超派、欸，超痛的。我看二零不知道在干嘛，我说哎，二零射一下好了。哎呀，怎么死掉了啊？真的不行啊！欠爆，很凶，八八八，一打九的发言。哇！一条就说要集火他吧。我们刚才在里面找到什么机星人的碎片，然后有碎片，我看到。哇！那可以拿去解什么吗？不知道，一直找不到。
哦，那你们那个叮叮叮是在哪里啊？就没有，就中间呢，就中间有一个核心可以挖。哦，那就是、看到了，那个一只村民旁边那个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，我可是国王哎、欸。你在旁边啊？不乱打，那是我是国王嘞、欸。通报一下，我们国王在哪里？那哈基一直在 TV 干嘛吧？对，是哈基在那边顺来顺去的，可能会顺顺序，然后一直突然出现又消失，吓死人了。对，还直接挥他，想说怎么挥不到，可恶！开跑就下迪叔，哈基啦，你到底是怎么摔死的？你在往上挖那一条吗？爆炸！爆炸！摔下去爆炸！天哪！还有那爆炸都不怕的，对，没看到。啊、他没有给哈基的货啊！对啊，哇，好多、哦，根本来不及看嘛、啊！哈基可以一个一个看了，对，可以一个一个看了，真的一个看，一个看。哈基，他们那个里面呢、啊，那个箱子都有那个一个空投，然后跟作者的投了、哦哦。对，哦，面对一个空投，所以就是都很平衡，就只有多一点空投而已。そうですね。そうですか。啊啊！他的膝盖怎么感觉？在哪里啊？膝盖怎么长出来？膝盖怎么长出来？而且为什么你的脸变成这样子？感觉有人在挖你哦，是谁挖你？有人在挖你，有人在挖你。你的脸怎么了 ？BOBO 啊 ，BOBO 啊！天哪 ，BOBO！ 以后就知道啊，纠团打 BOBO 啊，欺负我！这个脸，这脸是什么？就团打我是什么鬼？哇！挖一下核心。什么？哎、欸！看看看！那时候想家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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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超好！想说没有核心。我以为你们刚你们先进来了，有去挖他哎、欸。对，我们没有看到一点，没看到哦。然后我们走那边就开始人都聚集起来了。好吵。我都丢丢那个机芯碎片说，大家都 peace， 大家都 peace。后来掉空投也会掉啊，机芯。对啊，每个都会掉。对，也对，每个都会掉。对啊，机芯人，机芯人啊，时代的、啊、应该是哈基死掉的彩蛋吧？嗯，哈基死完之后，死完之后才有。他死掉之后，就箱子都会有头啊。对啊。哦。原来是那个彩蛋。哎、欸欸，那这样子繁星的彩蛋是什么？也是一样吗？应该是兔子跳出来吧。我刚刚在兔子，箱子，箱子，兔子太早死了，所以不知道。原来如此，太早死了，太早死了。对啊，你想、欸、还有玉髓锭诶，超猛。对啊，我看到玉髓的。嗯，我能不能直接拿两个玉髓做剑？好烦。我们刚刚在想到好像会有一个锭，有吗？有啊，我刚刚开到个锭。哦，是开到的，挖掉没有？挖掉没有？嗯，死掉的伤口。哈基繁星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哈基，快乐！快乐！莫口，莫口，期待机器人二代，机器人二代，耶耶！莫口。对，我绝对不能忘记我好姐妹的事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好，那就再要招一下。哎、欸，妈妈，你要招一下，妈妈。妈妈，莫口在哪 ？PB 啊！你怎么乱打妈妈？哦，你怎么打妈妈？只有我能打他。哇！你怎么可以打妈妈？难怪你要被巧克力打。小心喽！哦，突然找不到关麦的键在哪里，抱歉。啊，好啦，今晚，我不知道讲什么，哦，好累哦，最近这两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爆累耶。然后我去练腹肌的时候，发现我突然举不动了，腹肌好痛啊。是礼拜四的时候有点练过头了，那就礼拜五又继续练它，就其实已经应该说礼拜五的时候已经感觉到很痛，就还硬去举那个练腹肌的机器。有礼拜日去的时候发现完蛋了，我的腹肌我连一下都做不了的那种痛，就知道我死定了。
啊，先做结尾。好啦，感谢今晚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，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拜，早点休息，这不是休息的问题吧，还没生日啦，还有11天。等一下，因为等一下11点要录音，所以现在其实可以聊天啦，其实没差。现在可以聊天啊，看要聊什么都可以啊。等一下哦，地狱，去来看，我靠，吓死我！我试试能不能用 PayPal 好了。PayPal， 它是差在哪里？我不知道啦，我问问而已。聊天时间，对啊，继续聊，不知道干嘛。啊，对呢，是广告。你0119，那也是明年的事啊。等礼拜一去看一下地狱长怎样，再去中介，再去中介找爸爸吧，找个好位置，改凋零塔。凋零花塔，那时候本来想说新版本地狱更新真的是超没兴趣的，就没有想去研究。那直到看到有人，就是应该说知道朱布林说会对那个。什么？凋零骷髅可以这样子的话，就觉得哎还不错。然后后面又公布说什么？其实 1.15 就有了啦。那个凋零花上面只剩凋零骷髅，那时候我本来想做的，可是碍于就是真的很懒，因为你还要卡那个凋零王的位置，要盖那个深怪塔，真的没的。他会讲一个人玩这个东西，真的是觉得很没动力。对吧？钱都在 PayPal 里面，你是要把全部贡献给我吗？这个也不太好吧？啊，教主声音太小，所以我把音量开超大啊？不是啊，没办法啊。欸，我也不知道欸，可是还是我，不然以后播广告就是先讲个说十秒钟后播广告。不能用讲的，我就用讲的会延迟，要用打字的，懂吗？打字就会提示说，都生在这附近，好烦哦。现在七月什么七月啊，没了，没有压欸，因为昨天本来那天结束后有人叫这个指令，就按下去按下去之后就是会有这个了，所以我可以在地表逛街，边逛边补方块，可是真的他说跳这个很烦。
没办法吧，因为有办法吧，我不知道。我讲啊，因为之后你们对吧，生日那天抖的钱，我应该全部都会拿去捐给那个浪兔协会什么，对吧？量力而为哦，毕竟那个钱也不会给我。我想说，我现在过得还算可以活下去，那就把那天的钱都捐给需要的兔兔们。啊，最近还是常看到一些弃养有的没的，就觉得很奇怪。你看哦，不可能每次弃养都有家庭可以收留兔兔嘛？我想一下哦。你看哦，今天一个人养兔子开销可能基本一年要一两万嘛。不可能说你一次可以养三四只以上的兔子，因为有些兔子养在一起就是会打架。你看今天一个人弃养，那势必就是要有一个人才能。感谢超级留言，感谢不不不。然后就是变得说，还会有一些爱兔跟浪兔嘛，在收留那些兔子，然后找那些好的家庭。可是一定是因为他们都会筛选哪些家庭合适啊，适不适合养兔子啊。那变得说就是，我去关个窗户，下雨了。好了，回来了啊！这时候要播歌，我找一下歌哈。刚讲到哪里？这也不是说什么不负那些人当时怎么想，可能当时他们是真的很想养吧，觉得兔子可爱啊，很好养啊，对啊，就养了。那发现说，因为就跟什么人都有什么个性嘛，兔子也有啊。那兔子也是也有皮的啊，又不听话的啊，什么之类的都有。啊，布布还好是都是好摸摸，然后会乖乖上厕所，那就只是会去啊。布布的个性我讲一下好了，有些兔子可能就是会比较好，就是可以接纳另外一个兔嘛。啊，两个如果都可以彼此接纳是最棒的。啊，可是布布就是不能接纳其他兔子，很凶，那也会攻击布偶跟毛布类的东西。他咬电线就不用讲了，电线一定会咬嘛。他就是比较好的是，他会蛮亲人的，然后会乖乖上厕所。真的讲，只要会乖乖上厕所都很棒。你家里有一只兔兔、六只猫、三只狗，还有六个人，哇，很棒哎！六只猫啊，你猫跟兔子不会打架吗？猫不会白目去拍兔子的头吗？啊，狗不会去对追兔子？还是你们兔子只是关在笼子里面？音乐哈，好呀，吓死！都窝在一起睡觉，哇，太爽了吧！等下你后面怎么挂号变成香港 VTuber 啊？你是真的有做 VTuber 啊？哦，就这样子，然后就是。我那时候就是曾经爆发很多，就是好像有两起，现在有两起，就是养兔子没有分笼，都养在一起。然后之前是台中的吧，前阵子是台中，上一起好像是桃园，就一次养了第一批好像是40几只，第二次是100多只，那些就真的没办法了，有些很多就。可能安乐死掉还是怎么了，就是也不结扎，养在一起，你养在一起可以啊，可是至少你要结扎嘛。然后那时候就是他们就是说
突然爆发说这些兔子要收，因为环境又不好，很脏，然后导致说他们那些收容的地方不够位置。然后那时候就是一次搬了二三，那时候我有分享吧，在粉专，就兔子就点点啊，有抱着一只兔子嘛，啊，那只兔子不知道为什么跟点点很投合，就是点点一抱起他直接往点点的那个怀里面一直缩着，然后我就跟他两眼对望嘛，我说哎、欸，好像选中你了，我说不行啦，有布布就养不起了啦，这样子，他说不然也想再养一只什么之类的。好，大家拜拜，那个晚安哦、喔，对吧、啊？然后那时候就开始想要捐钱了嘛，到现在还没开始捐呢、啊。啊，那时候好像有塞钱呢、啊，但是还没开始就是线上捐款。我一直有问那个罗塔，看有没有一起捐什么之类的，但罗塔好像也没有多的钱。对啊，然后当时如果在 FB 稳定工作，就是每个月可以给一点，可是现在回到 YT 之后就全部都是看运气，没有底薪嘛，就是要拼一点看运气了。啊，那后来想一下哦、喔，后来常常看到一些，就是我有加兔兔的社群嘛，很多都是说认养文啊什么之类的。那些认养文，我每次第一件事情先滑到一个地方，每个都是没结扎。养了有的养了三个月嘛，三个月就是大概就是小兔兔已经肿大成一般兔子的大小了，已经脱离可爱的范畴啦，那就是没有结扎，因为兔子结扎要半年才成熟可以结扎啊。那种看到长大，因为兔子结扎的钱比狗跟猫还要贵，然后就看到很多都是未结扎啊，再来都是我会先看有没有结扎，跟看几多大岁数。啊，有些养了两年还没结扎，我觉得他就是真的只想搞死那只兔子啊，又没有要交配。兔子会认主人吗？他会认味道。我之前怎么讲？我现在。像之前也是点点，就是有时候九九来之前啊，九九来一次我家嘛，然后只要点点伸手进去嘛，像就扑过去去舔。啊，有一次就是换养在点点家之后嘛，然后 CWT 我就想要下去摸布布，然后我就把手伸进去嘛，我想说看不会咬我吧，有没有？我一伸进去就是狂舔猛舔。我不知道他对其他人会不会啦，反正至少他当时还记得味道，可是现在我不确定他记不记得味道、欸。上厕所或是煮饭啊，你可能就是跟着你有东西吃啊，不对啊，可能开到20分吧，因为有点肚子饿了，还没吃东西。所以啊，我就说看个性啊，像谁，我塔家有两只嘛，就是我之前不是说做果干吗？那、啊、其中也是要做给罗塔他们家的那个一个黑糖乐嘛，跟球球，像黑糖跟球球就是两个超好的，他们可以放出来之后，两个就是靠在一起睡觉，或趴在另外一只身上这样睡觉，可是乐嘛不行。乐玛就是跟布布一样，就只能我一个人的世界这样子。啊，可是就是还是有缺点，就是他们这三只都不会乖乖上厕所，他们不会在定点地方上厕所。啊，这个就是我蛮得意的地方了。我不知道啦，反正就是可能就是刚好个性对了，再加上我在他小时候的时候都有在偷偷训，是偷偷训练，有在训练嘛。就是每次感谢哈鲁的会员，我刚好看到你耶，刚那个地图里面，然后就是反正就他大便的地方嘛，就是他只要一尿尿我就一直狂清洗，那就是他训练他在便盆里面大便嘛，他
就真的可能个性对了、啊，爱干净。他、啊、就是每次换便盆，就只要丢几颗大便进去，他知道那边是厕所。然后小时候大家去看医生的时候嘛，因为那时候医生都会需要大便，就想说，嗯，一开始带过去的时候，那个外出笼都有一两颗大便。就等开始长大之后，外出笼一直都没有大便，才发现说他开始都不会在外面大便了。有一次带他出去给别人剪指甲，他就是死都有点好像怪怪的，因为到最后啦，我就发现说，哎、欸，好像他都没大便尿尿。我就跟那个我的以前同事说，哎、欸，不行，我要带他回家了。我说怎么了吗？他说，因为已经在外面玩两个小时了。我说你没发现他没大便吗？他说，哎、欸，对耶。我说因为我家这次会认厕所啦，所以把他带回家了。不过为什么一开始就黄包子啊？没有，他是续订。啊，不知道哎、欸，我记得哈鲁的话是从不是 Twitch 啊，不是 FB 的，我记得那时候认识他是从那个 YT 的样子，我记得他可能是续订吧，对吧、啊？断掉续订才会变这样。来，哈鲁，请说明，请开始你的发言。啊，主要也是我之后的影片就是一部嘛，也是十分钟。以前好像是差四部广告啦，现在只差三部了。在想这会不会有差？可是想说没人喜欢看广告啊，我就想说啊，是我自己的话，我不想看广告啊。之前看那些英雄联盟的，哇靠，一分钟一部广告、欸，哎，我真的是不知道，我都想转外挂了，那真的是夸张到很奇怪。间断。因为旧的银行户头没钱了。哦，你是直接自动续订哦？啊，等一下，想起来了。黑桃，我要去你家许愿。好啊，想起来了，许愿。因为动身开始处女座了。爸爸，那我靠腰的爸爸。为什么我都很少看到广告啊？我就不知道啊。有时候我开手机，我看别人的影片，二十几分钟我也才吃到一个广告啊。哇，你真的很凶哎、欸！你现在怎样？我觉得这应该不是我影响的哦。我是讲哭啊，不是讲哭哦。哇，哦，你真的很凶哎、欸！我天哪、啊！我知道在他还小的时候好好训练他了，没想到他现在走歪了，怎么办？提早祝你生日。不会啦，老师那天还在开啦，应该啦，只是年纪大真的有点不想过生日了。这个是发生什么事情、啊、今天有新客人在营地哦。小林很凶啊，对不对？你那天跟他们见面的时候，是不是小林都在主导什么东西？他就很喜欢使唤。噔噔噔噔噔。好了，黑桃，我开好游戏了，你好了再跟我说。哎、啊，你不要洗澡。哎、欸，燕后哎、欸，哇，没位置了，我把柠檬娜赶走了。
对啊，我生日是星期六啊，这样才好吧？我的天啊，如果在礼拜二或礼拜五的话，会被搞死，懂吗？这样哈记的话是礼拜二，所以那天礼拜二的巧克团应该是很精彩的。等一下，我先把机器人关掉。它可不会机器人会自动播广告啊，就是说时间到了，机器人自动提醒播广告哦，这样子。那没有。欸，黑桃你开好了吗？我要过去了哦。你刚刚才发现，今天是礼拜二。那天是奖金争夺战。欸，那可惜了。哎，二十分了，那我要关台咯。感谢各位今晚的收看啦。开了开了，妹妹在右上角，好，三楼右上角。好啦，各位晚安咯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十秒钟后播广告哦，小远，把音量调小声哦。好，十秒到了。